要吃饭饭啦，今天吃饭饭好了，哥哥先吃一口，估计一口，哥哥一口，估计一口，哥哥一口，估计一口，好，下一个，可以吃这个纤维粉，然后要吃蔬菜。吃蔬菜不行啊，估计不爱吃青菜，要吃青菜，要不然会胖胖，知道吗？吃这个，好，下一个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啦，再看下一个，啊，这个，这个好棒，这个吃的好棒，来给你，估计挑食。看人家豆豆好笨笨耶，好笨笨耶！你估计也好棒哈，你豆豆也好棒哈。是滋养丸啊，吃滋养丸最健康了啊，帮你搭配好啦，对不对？营养都在里面啦，营养比较均衡啦，对不对？好吃哈，这个好吃哈，这个滋养丸好吃，估计爱吃。这样我们来了，好嘞，我们换下一个。今天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吃一遍，来看这个，看这个，星星母呢，来，你也吃，你也吃，一起吃。你怎么就抢走了？那豆豆的。爆米花，不要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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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古奇抢走了啦，古奇抢走，还我！古奇好会抢，豆豆爱吃哎，这豆豆爱吃的，好来，可以吃两个，可以吃两个，好吧？来，一人一个，这个小的你吃，大的豆豆吃。饭要煮好啦。要不要吃爆米花？爆米花，你在听到煮饭的声音，毛都竖起来了。我们正在煮饭，这是电子锅在煮饭的声音啊。不用担心哈。豆豆怎么拿走？好了，再捡一点回来。好吃哈，好吃，豆豆好吃。再吃一点。豆豆吃。
再来加这个，来这个啦，辣椒，辣椒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吃辣椒哦，哈、嗯，你记不记得？吃辣椒，哈、嗯。不吃不吃辣椒，豆豆说不吃辣椒哟，不吃哦，豆豆爱吃辣椒。咦，这个，哎，辣椒来了，哦，咬到我的手了啦，豆豆。嗯，吃得好开心哦。你们是喜欢咬还是喜欢吃？好像是喜欢咬。到底有没有吃？哎呦，估计啊，估计要坏坏。估计决定捡地上的剩下的东西吃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再来吃小米碎。这个。吃这个，我也吃小米碎咯，吃小米碎的时间到了，来，一人一根，一人一根，你也都不用炒啊，一人一根啊、哦，这样都不用炒啊、哦，来，豆豆一根，估计一根，嗯，一人一根啊、哦，都不用打架，哦，可是妈妈只有一只手，我、嗯、帮你扶着来。哇，这时候估计吃小米碎的功力太强了。豆豆说，豆豆说他不想跟他比赛。来，来，豆豆来，跟他比一下，要不然他会来抢你的。嗯，那估计你自己拿，你自己拿。嗯，我把小米碎夹着给你自己吃。嗯，估计你自己吃。他很会自己吃，一个夹子夹起来哟，哦，也估计自己吃哦，哦，哎呀，估计放这边自己吃，豆豆来。豆豆妈咪喂啊，豆豆妈咪喂啊，豆豆很不爽，姐姐这么会吃。来，豆豆来，妈咪喂啊，豆豆不会吃，是妈咪可以喂你吃啊。来，我们跟他比赛，我们吃小的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不要不要输他，好，加油加油，不要输他，不要输他。嗯，别别别别。估计吃小米碎的功力太厉害，豆豆，豆豆不要输，豆豆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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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豆豆加油加油！你看估计，估计好强哦，豆豆加油，你输了啦，来，赶快加油！好，再五分钟，再五分钟就要结束了。都说他看到咕叽那样吃，他就不想要吃了。他平常很会吃的，可是因为咕叽太会吃了，他很不开心。看他的脸就知道，不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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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咦，恢复功力喽，豆豆恢复功力喽，来。嗯，豆豆恢复功力了，嗯，估计总有吃完的意思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嗯，
还剩有两分钟咯，现在短短的两分钟我们就要再换咯。你赶快吃，要不然待会骨鸡吃完那根会来抓你的，你骨鸡太强了。不喜欢吃大根的，我都喜欢吃小根的，我都喜欢吃这样剥小小的，就是小小秀气，装秀气吗？不知道，只要小小的他就愿意吃，大根的他就不吃的少。哦，肾不好的吃甜椒最适合啦，哎，好吃好吃哈，嗯，这太大块了，吃青椒，嗯，他说他不要吃，他要吃小米碎，估计不爱吃青菜。我们再来换另外一个颜色，换这个颜色的甜椒来。豆豆比较不挑食。可是它吃得很慢很慢，所以要像咕叽一样胖胖的就有点难。你要得多好棒，还有绿色的，这些全部都穿烫过，只有青菜要擦嘴嘴哦。好，擦嘴嘴啊，来把它擦上来了，估计吃饱了是懒腰。我们吃这个，一人一盒，估计是小米吃完了。来，豆豆这个，嘴巴沾到了啊，豆豆不喜欢嘴巴脏脏的，还不开心，所以都要帮他擦干净。知道豆豆说他现在不想要跟咕叽吃，咕叽是饿死鬼投胎，已经吃了一根小米碎，他还不满足，不满足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不要跟他吃，我们自己吃。